就是讲咧，世尊伫2500年前咧讲道是讲到有一天伊就救出，啊呐，伊的右手，哦，救出这个右手出来啦。
因为五颜金色，这个有时候发出来跟金色的，什么金色的？是因为释迦牟尼有量而去增加一脉神经，所以就比这个字，所以就比这个字的微妙光明。那么这个金它啊，亲像的微，哦，一种亲近如的微，也是来磨这个微的病，哦，比较磨病，比较修治，就来讲啊，光明的。哦，我护着你，我起码就把这个未来天恩，大家护着你啊，护着你。但是当来是何五百岁的时阵，正月的时，你讲跟这个你爱来修护，和他准备不能断绝了。那么底下我们各位先来解释，什么叫做何五百岁？何五百岁，就是因为你这个释迦牟尼，伊了解未来，伊了管以后啊，这个正法的形衰，伊来分成五段。一段拢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叫做解脱坚固期，也就是慧学坚固期，就是讲每当中大家离佛经，会当接受到佛的眼教，也无必要走正去。虽然讲接受的眼教，安尼就去修拢会成道，所以叫做解脱坚固期，也叫做慧学啊，智慧的慧，慧学的坚固。那么经过五百年后咧，已经离佛已经五百年了，所以那个五百年中间咧。大家咧，透过禅定，就好像来体会到了到底当时世尊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是伫释迦佛归讲五百年到一千年中间，这样子呐，大家咧拢中一个学禅定，一个所在，一个体会了一个一个如来心法。所以，到即摆目前地方一问，还阁有人伫咧。讲啊，你一贯都吼无咧做啥，你唔对啦。其实我话你讲，咱讲这句话人伊唔对，伊落我一千五百年，已经落我一千五百年。因为这个一千哦，一条四五百个一千内底，这两种是相当坚固。于是世尊即心有秀，犹如金色，微妙光明，无量而至精绝，神经所及，其之将实如莲花。依摩密的定，作如是然，你的我护着你，当来世何五百岁，正法的时，你当修好佛法进步，莫令断绝。那么有这个原文，各位，这就是咱的一个真正较交代的所在。哦，就是讲的，世尊在两千五百年前咧讲道是讲到有一天，伊就救出，啊呐，伊有手。哦，就是这个有秀出来啦，一种如如金色，这个有秀发出来跟金色的，什么金色的？是因为释迦的有量而去增加一脉神经，所以就比这个字，所以就比这个字的微妙光明。那么这个金它啊，亲像莲花，哦，一种亲近如莲花，也是来磨这个泥的病，哦，比较磨病，比较修治，就来讲啊，讲泥的。哦，我护着你，我起码就把这个未来天恩，大家护着你啊，护着你。但是当来是何五百岁的时阵，正月的时，你当中就是你爱来修护，和他准备不能断绝了。那么底下我们各位先来解释，什么叫做何五百岁？何五百岁，就是因为你这个释迦牟尼，伊了解未来，伊了管以后啊，这个正法的形衰，伊该分做五段。一段拢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叫做解脱坚固期，也就是慧学坚固期，就是讲每当中大家离佛经，会当接受到佛的眼教，也无必要走正去。虽然讲接受的眼教，安尼就去修拢会成道，所以叫做解。经过五百年啊，已经离佛已经五百年啊，所以迄个禅定，透过禅定，所以这个是等在高。三公尊大公再公三公请注意慈悲提到公尊大公啊，各位姐妹们，大家相见啊，蝴蝶里各位高调啊，
这一点就是呢，心脏呢，那个一点戈壁太高哈，所以伊呐，都差不多跟各位姐姐来接，来接点。首先呢，我要跟各位姐姐来接呢，来平安哈。希望咱各位姐妹来宾，大家咱身体非常健康，事事如意。那么伫这个修行行道的当中呢，拢会带来一帆风顺啦。那当然呢，咱今日去伫修行行道来讲呢，大家拢会带来把握在这个当下，把握在这个当下。因为人生呢，事实讲起来，唯有是修行上太好。咱也会当讲经常伫这个道场来参悟的话伫这个研究班或者讲在这个活动的当中呢，咱会当经常来参加对了解咱的心情来讲呢，也会使讲是真好啦。那么因为咱伫修行学道来讲呢，其实咱伫道场所要来体会的物件呢，嘛会使讲是足济的啦。那么咱为什么爱经常来参拜呢？因为道高一尺，魔高千丈啊！那么咱为的是这期是道应在这个火热修行下个。那么呢，咱无离开了着这个大众，无离开了着这个社会。那么伫这个环境当中呢，当然对咱一个朋友的地主。修道的兄弟姊妹来讲起，那么嘛会使讲是真好，嘛会使讲是真欢乐啦。为什么呢？真好的，也就是讲咱要成就是伫在加修行成就的机会会去较多。那么较欢乐的，就是因为咱伫这个社会上，伫这个环境上，咱拢交大家做伙修行。就是讲，交有修行的，甲无修行的，咱拢接受会到嘛，拢接受会到。那么伫这個当中，咱的对有了解这个道的理念，若有健全的，咱真容易，咱就要度人，煞到度得到。所以讲呢，伫这個当中呢，咱爱如人前烟，如履薄冰，吼。伫修行的当中，咱虽然甲社会也无离开。要成佛嘛，袂使离开这个社会啦。所以讲呢，咱要安怎伫这个社会爱何以不留？咱一定爱了解，因为修行的迄个殊胜甲尊贵，咱一定爱甲尊重啊，对啦。那么袂使交社会人来不留，那么呢，咱是爱何以不留啦？何以不留？大家做伙，但是有好好的，咱袂当交伊做伙去，咱来甲伊救倒。那么呢，有可能伫这个修行的当中，咱会当亲像一位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这个莲花之所以会当让大家尊敬，也就是因为伊出污泥而不染。所以讲呢，伊的高贵，那么受受了大家的肯定，也会使讲是咱后发的贵相。咱一支修行是火体修行嘛，火体修行是无离开灵魂的。无离开家庭，无离开了着这个世间所有的环境。所以讲呢，咱修行的学道，就是讲一定爱抛修了着，那抛修了着咱对道的这个理念。因为伫这个生活当中呢，伫这个社会当中，咱一定爱铭记在心，咱就是一个修行的人。所以讲呢，第一，咱的建立。咱是一个修行的人，咱袂当去交社会人共款，无重视，无重视，因为无重视，就交咱有修行甲无修行，就等于相差啦。那么什么叫做重视？也就是讲咱什么动作爱适中啦。若无适中的话，有可能会随着这个潮流，这个潮流社会上的潮流一直，一直作势，一直生出来。那么咱修行的人，不把这个心念好好来给安顿好势，有可能随着这个潮流，人流行起，流行起，那么咱社会人，伊对于外在一切的声色啊，会使讲是非常的重视。但是咱修道，当然呢，伫这个当中，咱袂当无喜怒哀乐，但是咱一定
爱中奖，吼、哦，爱中奖，因为咱无中奖，咱就随着潮流，嘛是共款，会随波逐流，一直去哦。吼、哦，咱无时间讲，咱是咧修炼哦。啊，啥物代志拢要对社对社会安尼一直流行去，是毋好的，是毋好的。哦，所以讲咧，咱对了在即个社会上啦，在即个现实当中咧，咱要安怎注意？哦，如临前烟，如临旁边。咱咧随时应对家己，咱是今日是修炼的人。那么修炼的人咧，就是讲伫未来，咱是学佛嘛。哦，啊，咱我讲爱成就，连会出物理一样。所以讲咧，爱坚持着了后，咱随时爱有这种道的念头。哦，迄、那个心袂使受过头放弃。这个心若受过头放弃，修炼倒转来，咱讲真。咱咧一份一票，吼、哦，一日一批咧，共款安尼。但是到咱盖棺论定的时阵，咱迄阵啊，当咱连离开了这个体了啊，倒退到无形一天的时阵，伫迄个所在啊，暗光结果啊，可能咱到迄个时阵，咱自觉是讲，咱伫修炼的路途，迄种的不足，咱伫咧垂上棍，吼、哦，就是讲咧上下二叠啦，吼、哦，也讲啊。我伫在世的时阵咧，我来好好修炼啊。那么社会安怎来对人安怎？哦，啊，那么咧修炼无成修炼的人，拢无有了有道的意念。那么最终咧，咱袂当成就的话，咱是死人的。哦，所以讲咧，咱是修道第一，咱的道量一定要坚，哦，爱坚强。那么咧，咱爱啊，照着咱老师慈悲的交代。哦，爱三不离，不离开食果子，离开运动，离开健身。主要就是讲，咱阿多阿讲，无哥得啊，无哥得哥钱，无哥钱等啦。啊，咱大家拢无断自主着家己的话，有真理来体发着咱，来提升提升着咱个物件咧。我最近较放心啦吼，这个放心是咱的心上付出去啊，修社会气质去啊。修得门户门户上的气场，因为那是俗气嘛。那么咱如果不平复了俗气，那么咱伫未来变啊生生得了一些显现的气场。哦，所以讲咧，咱咧修行，哦，咱咧为了去掉了俗气，咱就是一定伫讲话爱注意，伫咱的意志运动嘛爱注意，伫咱的心应该爱去注意。是毋是讲咱已经离开了个即个道，吼、哦，离开了个即个道足远去啊，吼、哦，有一点仔咧对付了个即个道咧，产生了就是种个厌烦啊，吼、哦，还是甲控制是无要紧啊，咱讲真咧，吼、哦，那如果是安尼个，就是足危险个，啊，有当时啊咧，咱前佛慈悲，随时就是咧甲咱启发嘛，尤其是即摆天时佫非常个紧急个时阵，咱应该。啊，相信天时应该大家应该了解啦吼，因为对于咱个天灾地变咧，啊，会使讲一年比一年较济。那么这个是上天咧，伊就是咧应天应天的咱，吼、哦，应天的咱。啊，所以讲咧，咱有了有这缘得到，也无好好去修炼它得啦，到最终，冇可能比接受堕胎。好、哦，尊正是佛，有可能堕正体。嘛来浪费了哩，咱的人生十冬、二十冬、三十冬，真正。啊，若安尼是毋是无太咱求得到？哦，啊，有可能在这切现，每个拢是千靠的。哦，啊，所以讲咧，咱不得不，咱一定爱对有了这个道的意念的，爱一定加强。那么而且咧，我是讲，有咱有这个机会，来跟和尚来鼓励啊，保佑一下啦吼。也就是讲，咱是。啊，咱的班次来讲呢，啊，咱应该有来做大经班、新闻山的特经班，吼、哦，加迄个联合体育班，啊，那么有咱社营的新传班，加迄个来做大经啦吼。那么呢，啊，有了有几几个班次呢，啊，我是真希望啦吼，咱有这个机会，咱爱多参与，咱唔通讲咱听。哦，那听就唔免来啊，都、就是听无太爱，咱真听无就无爱来，等于咱就无听有诶，
一日。所以讲，咱听无爱来硬硬听硬记，有当时啊呢，伫这个当中，足侪听拢无，但是可能一句话会当启发着咱的智慧，哦，会当互咱更加对道的肯定，哪里咱的进步唔可以？那如果讲一句话讲，哎，我听拢无，我就不爱出来。咱各位浅浅慈悲吼，因为咱的背后去是一竿一竿面对。你这个唔对，别讲伊会当打，我卡起你去干，无可以。啊，那么咱咧学学道来讲起来，哦，学道就是咱唔捌，咱爱来学。那么咧，自从捌来讲，互唔捌来听。那么咱唔捌，家己无咧成就，通转去，咱要去成就别人嘛，困难。哦，那么咧，今日你卖讲咱要来成就别人，咱来成就咱家己就好啦。哦，所以可能咱听无的时阵，我就感觉咱听无。来练我的心，这个心骨啦，这个心骨有当时啊呢，若咧坐，有咧有依赖骨坐骨粗，哦，啊，若咧提重，啊，着提西，哦，安尼，其实咧修炼的当中，听无咱就来坐好，安尼嘛是咧修炼，哦，所以我是希望啦吼，尤其是咱伫咧当做大型班啦，会使讲是足赞，哦，足赞，啊，所以咱各位前面有这个机会呢，咱应该把握。听无有用，有这个人性天性的心，上天依偎是一点尔，唔是讲咱着互去做足侪番话来去安怎？其实是上天的爱一点的心。那么，搁一点就是讲咱的养成班，吼、哦，咱的养成班也真好啦，吼、哦，因为咱无出来，迄个时间嘛是过嘛，啊，咱若出来，会当加减来了解道理。那么，咱有咧背景，咱背起背背袂起，也无要紧啦。哦，当然，咱的这本质是一直鼓励咱，一直哦来甲来甲背，啊背淡薄，因为咱若无出来，两点钟就是困嘛，袂记这个俗事啊。那么咱无出来嘛是安尼背，有出来嘛是安尼背，但是到后壁无同款，咱转去是按拢定个咯。哦，所以咱参观是有何解是得建议哦。哦，咱咧参观就是讲咱遐参观无啥，咱咧参观有何解是得。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是天机转啊，那么这条消息等于在签，哦，也就是讲，咱的按摩点个是跨咱对于咱的这个道精进的程度，咱的包括哦，而且咧一般啊，那么咧全部都有咧点名的记录，未来成就个个也是按这个功课，哦，啊，咱出来个咱哦，会当去体会咱跨道理，应该咱唔能放弃任何的帮助。除了我来好好敷衍嘛吼，无法讲。所以讲咱啊，各位真个慈悲，无法利用这个时间咧，叫咱家互相鼓励一下吼，咱来帮助咱多参与。那么咱今日咧啊，来请个咱啊，这个爷爷咧，啊，这个新教师，啊，就是咱新组长咧，慈悲啊，伊最有咱个这个啊，修行咧，卖使讲是啊，真标准啊，哦。那么对于咱个这个道理，嘛真。认真真拍拼的，伫咧啊学习。那么咱闽南的啊，大家来甲好好来甲聆听，对有影着伊这个啊这个主题的这个报告。那么咱高校对有影着家己有当一种个认可甲鼓励啊。最后，我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讲师晚安。我是从上天慈悲，告诉公主，师尊师父是台湾人的，欢迎大家。加上咱佛老仙人的五大医生，仙人、副仙人、高僧的栽培。
学习的过程当中，一点点的心得报告出来，让诸位学员来点做参考。如果在报告的过程当中有所不足，也是偏差之处呢，盼望诸位学员来点加后方指正、加包容，这是我衷心所盼望的。在阿未开始以前，我来引述着圣经的一段记载。耶稣做一个比喻，伊讲有一个野种的出去咧野种，野时阵有落雨落天，被人用叉打过，天顶的鸟啊又过来食去。有落雨雨浅，石头顶的一发芽出来咧，日头一个晒就枯干去啊。有落在荆棘内底。参精是一同生长，被伊克住的。又搁有落在好土内底，生息起来有100倍、60倍、30倍。所以搁讲这个比喻就是安尼，把经济呢，比如叫做上帝的。把经济比如叫做上帝的道，那道理路边的呢，就是咱人听不了真理，但是随后魔鬼就来，家己的道对家己的心内呢，将道夺去，恐惊人信了一句。那道理土浅石头顶的呢，就是咱人听着道，真欢喜去接受。但未堪去考验，若拄着考验呢，这点道的道心就退去了。遐落在经济内底，就是咱人听着了道，真欢喜去接受。但是走过以后，予咱的后天的名利、钱财、享受解脱了，又还无法度结出了成熟的果子出来。遐落在好土内底，就是咱人听着了道，真欢喜去接受，会使把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内，并且忍耐到开花结果。这个比如，咱搁用咱道中来做一个分析，同款是来修道来听道，但是以后的经营就是有这款式。第一就是落雨路边，
根本的方向甲目标，就亲像一只船在茫茫大海当中，如果若无指南针的指引，伊会随波逐浪，慢慢偏离了这个方向。那么，遐落在城市内底，咱会当对过去的圣人先父，也是一寡
消极的态度来面对着伊的人生，那呢则是成为一生失败的开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我来举一个小故事，以自己的年代来做参考。过去呢，有一个酒鬼，伊最爱饮酒，逐天呢都啉到醉茫茫。那么有一天呢，伊有那饮酒，饮到醉茫茫，在无意当中呢，去杀死人。当然，杀死人就是爱去用去加到皇冠啊。那么这个酒鬼呢，有两个后生，那么因两个后生拢有同一个老爸，可是有无同款的遭遇啊？一个呢，就参因老爸同款，每天就是饮酒，吼、哦，下当讲醉生梦死啊。那么一个呢，就作不力打拼，不也是有一位公司的经理。那么为什么为人要做放弃？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差别？哦，那么这两个兄弟啊，呢都同款回答一句话，伊讲我有这款的老爸呢，我又搁会当安怎？可是呢，一个呢是以消极的态度，认为伊家己有这款的老爸，伊袂当安怎啊？所以就惊受因老爸后步成为一个酒鬼啊。那么另外一个就以积极的态度，伊知影袂当靠因老爸，必须爱靠因家己，所以伊足打拼、足认真的做工作，到尾啊成为一位公司的经理啊。所以你啊看，一个人以消极的态度，参与积极的态度咧处理代志呢，都无同款的结果啊。吼、哦，所以咱在讲信心是一切成功的源头。当一个人对家己无信心的时阵，伊就放弃了所有的可能，因为伊确定唔敢决定着伊家己的将来，所以伊就无行动啊。那么当咱一个人对咱家己信心满满、信心十足的时阵，伊就有法度去挑战着任何无可能的代志啊。吼、哦，所以俗语好来讲，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那么这个有心人，就是对家己有信心的人。如果咱对家己无信心，哪个什么代志，咱嘛无法度去做会成功啊。哦，就亲像咱当年国父为什么推翻满清？哦，伊经过了十败的失败，一败的失败，伊搁挑战，一败的失败搁挑战。哦，到尾也经过了十败的失败，但是伊嘛无灰心，伊嘛无丧志，伊对推翻满清嘛搁信心十足啊。所以第十一败的时阵，伊成功了。所以他讲一句话，伊讲我心性之可行，即随移山填海之难，冒成功之日啊。我心性之不可行，即随翻将之机之意，马难以修行之好啊。所以咱来看，一个人对家己有信心，他无信心，伊的态度就无同款，结果也无同款啊。同样，咱修行学道嘛是同款啊。其他个，咱对真理、对天道有信心的话，那呢，咱的信心满，会当挑战着咱的困境、挫折，哦，把阻力化为，把阻力化为阻力啊，把不可能化为有可能啊，哦，所以耶稣圣人嘛讲过一句话啊，伊讲你若能信。
要咱有信心，哦，对一个有信心的代志，下人来讲，做任何代志，伊都拢有法度成功啊。哦，无论咱事业也好，修行学佛也好，咱爱抱着信心十足的心态去做事业，去来修行学佛啊。哦，所以咱来讲，信心是咱每一个人要做任何代志的根本条件。所以咱在做人的方面，咱对国家要有信心，对咱的前途要有信心，对咱的事业要有信心，对咱的道场应该要有信心啊。哦，当然对咱家己信心。哦，所以信心呢，就是讲咱对真理天道嘛要有信心，因为有信心呢，才会当产生力量。那么这个力量。会当把无可能的代志呢化为有可能啊！哦，所以咱来讲，信呢，就是万事要成功的基石，万德要成法的动力啊！最主要也是由信，信呢生发出来啊！所以在《华严经》呢，伊甲讲，讲信为道源，讲叫做。
佛法在海内威信因日，也就讲在佛法无边无际的大海当中的，如果咱若无信心，未当刻入着真理，刻入着佛法内底啊。唯一有信心的人，伊才会当真正刻入着佛法大海当中的，去取着伊最需要的佛法。如果若无有信心，那呢？对咱来讲呢，一切的佛法，咱无法度去刻入内底，咱无法度去刻入着真理的大海当中，去得受着咱对咱有利益的佛法啊！哦，所以在伊《大智度论》他讲，佛法大海归心因一归其因果。哦，在佛法的大海当中呢，唯有有信心、有智慧的人呢，才会当真正刻入着佛法的真理当中。哦，所以呢，咱要用信心呢来研究着佛法。那么呢，佛法呢，伊就会当净化着咱的身心，净化咱的人格啊，吼、哦，会当安顿着咱的生命，开展着咱世界的人生观，吼、哦。所以佛法会当予咱去找找着咱心灵上的主人啊，吼、哦。所以心，迄个五光山星云大师伊甲讲，讲咱心中若有信仰。哦，心中若有信用，就是会产生了信心。有信心呢，就有处之不敢的人缘啊。哦，当然，在咱的求道的过求道的当中呢，咱身躯具备了宝藏。咱今仔日求着到一宝山，绝对袂当空手而回啊。当然，咱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无尽、无尽、无穷、无尽的宝藏，咱就看咱要安怎去开发咱的宝藏。今仔日咱来求道，唔通空入宝山空手而回，当然就爱看咱要安怎去开发自己的宝藏啊！哦，所以佛光山平云大师呢，伊做一条歌词，伊做了真好。伊讲呢，世间的财富爱用信心的手去取，辽阔的江河爱用爱靠信心的船来渡，丰收的果实爱有信心的精神着，无尽的宝藏爱对信心的门进入。信心，伊是道德的根源。信心，伊是智慧的宝物。有信心就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那信心门内底就有无尽的宝藏啊！吼、哦，由此来看呢，咱每一个人都有无尽的宝藏，就看咱有信心入面内底取，要怎去取舍伊啊！吼、哦，所以咱有了信心，伊绝对会当带领着咱脱离了这个生死苦海，绝对会为咱的菩提功业各位做一个基础啊！哦，我来比一个例子，哦，假使讲一个做学问，是一个专家，是一个博士，伊知识呢真丰富，但是对真理天道呢，伊无有信心嘛。哦，请问伊会当消失去发生袂会吗？无一定啊，因为知识的代志呢，参真理天道伊的距离呢是真遥远的。哦，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伊唔捌伊，但是对真理天道是100%有信心，哦，伊得着到以后会当脚踏实地。持守在心修善道的心内，吼、哦，对真理天道有100%的信心，那呢，伊敢有法度超生死发轮回呢？伊绝对有法度的啊！吼、哦，所以咱知影讲，假使咱对真理天道有信心，
圣人仙佛，伊会当修行正果，相信咱大家嘛会当修行正果啊。若是咱得到以后呢，哦，会当认真好啊修行，珍惜即卖培养一份三德普度的时阵呢，对真理一定要有信心。哦，所以有信心的重要呢，更是咱一个修行的修行者呢不可缺少的因素啊。哦，那呢，咱呢要培养出咱对真理天道有信心呢。哦，所以过去有一个天父者就讲，如果咱若要找出一位真正的名师，实在是无上的恩典。如果讲在找出的过程当中，咱若要找到一位合格师傅的时阵，当然需要足惊人的智力甲判断力啊！哦，那呢在找出以后，上重要的品质是啥？就是信心啊！哦，就是信心。所以信心呢，会使讲来自于咱啊！啊，我感觉讲，咱要怎培养出对真理天道有信心呢？就是讲信心呢，就是来自于道上的真理啊。信心就是来自于咱的听道，信心来自于咱的生活，信心来自于咱的考验，信心来自于咱的自信，信心呢来自于咱的自我肯定啊。那呢，咱对真理天道，对咱家己要怎自我肯定？我以几点呢来参与真言大典做参考？第一就是爱信主，信主呢也就是相信家己，吼、哦，相信家己，也就是讲，咱相信家己呢本来是佛。相信咱家己呢有佛性，相信咱家己即世人即条道呢会当超生死脱轮回，相信咱即世人即条道会当成佛成佛。如果咱家己若无具备了这点的信心，那呢圣人仙佛要甲咱帮助呢，都拢帮助不了你啊！哦，所以咱求着道，找着真正用心的所在。应该深信着人性的为咱的自我，哦，咱应该爱深信着讲人性的为咱的自我。咧主宰咱这个身躯的呢，就是咱这个良心自性啊。哦，了解到咱这个身躯当中。当然，咱这个肉体是照了父母的因缘，都是离心离因成了一个肉体而已。真正咧主宰咱这个身躯的，就是迄个不生不灭的人性真我啊。所以佛经啊讲，佛性在，人性在。性在人心在，性去人心坏。也就是讲，咱这身躯中呢，还佫有一个主宰。哦，那么迄个主宰咱的身躯呢，就是咱的自性。哦，咱的自性如果有伫咱的身躯呢，那呢，咱的这个身躯就有伊嘞。如果咱这个自性呐离开了咱这个身躯呢，那呢，咱这个肉体就会毁坏啊。哦，所以你看，咱这个人，
亲、立亲、铁银亲，咱这身躯顶啊，搁有一个主宰咱的身躯的，就是咱的良心主神。那么第二就是信他。信他呢，也就是讲，这个他就是咧指过去的圣人身份，一切是方诸佛相信无佛为咱所讲这个西方极乐所在呢，是真实不虚的，全是咧安慰咱、欺骗咱的。哦，其实只要咱老老实实咧修行办道，唔免讲管西方极乐所在伫底呢，到时阵。阿弥陀佛就会带咱回咱要去的所在啊！哦，所以这就是信他。那么第三呢，就是爱信道。信道呢，也是讲咱今仔日所得到的道是道经、立经、天命经，哦，是胜利经团，是。自古无分微团，本体殊殊，面无分心。那么这个本体本心，就是叫做道啦。吼、哦，若不是有佛缘、根基深厚的人，伊无法度去了解了这个真理。就亲像过去五祖灭团作为何地啊？地灭团作为的时阵呢，伊捌曾经讲啊，伊讲叫伊迄门徒。拢去做一首偈来互看，哦，如果会当我用我大义呢，护你依法为地人大作啊，哦，所以呢，过去咧传这个道，就来做一首偈，互老师看呢，互祖师看呢，看你是毋是有道家，会当去受这真理天道无呢？哦，唔比像咱即摆讲，阿要来求道。来就会当入入道呢，吼、哦，所以呢，五祖的门下有一位新秀大师，伊较做了一首偈，伊讲：心是五千秋，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拂拭也平安。但是做这首偈的境界呢，会当讲真远啊，就对啦。哦，那以咱即摆的角度来看。伊已经是真悬啊，对。可是五祖甲看看呢，就甲讲，讲你作此偈呢，只得门外必入门内啊。吼、哦，如此境界，比无上菩提呢了不可得。也就是讲，伊作这首偈呢，阿未去顿悟本性处，阿未到人生见处。这首偈呢，阿无下迄、那个。也搁得着了真理天道啦，哦，所以才讲，讲无上菩提呢，说得言下摄住本心，见住本性，不生不灭，无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敌，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所以咱来看，过去要求道，要得到了心愿，唔是遐简单嘞。哎呀，就爱互祖师看你修行的进度是毋是有够遐嘞？如果若无够遐，这个道唔是乌白传的嘞。所以咱今仔日求着真理天道，咱来感恩
未来嘛是安尼的，哦，所以咱会使来看，拢到圣人，因拢有对这个所在做一个印证，哦，互咱对道经、理经更加有进一步的认识啦，哦，互我着以道家的一首诗呢来参照伊做参考。
学，千金万学的人。哦，所以对于日本呢，有一个叫做德原祥书。那么这个德原祥书呢，伊有一天就来中国呢，以咱即马讲叫做留学啦。哦，伊来中国咧修行学道，咧拜名师，当下伊悟了这个道真理真天真的时阵呢，伊就要转去日本啊。所以要转去日本的时阵呢，因迄同乡呢，大家知影这个道元禅师呢，学有所成呢，要转来，所以大家拢去甲欢迎，去甲迎接啊。哦，所以转来迎接的时阵呢，因就甲请教这个道元禅师，讲什么是道呢？道是什么呢？那么这个道元禅师就甲伊讲，我自还袂去中国以前，我自留学。去中国留学回来以后呢，我才知影讲我目睭是花的，面是直的啊。哦，由此可见呢，那么伊这同修听着安尼呢，大家拢哈哈大笑，不以为然就对啦。可是一个真正有修行学道的人，当然咱由得到知影讲眼花耳直这个所在啊。哦，知影讲目睭是花的。面是滴嘞，这个地方这个所在啊，哦，当然啊，知影就知影啊。人家讲话，知者为知之，啊，不知为不知啊。哦，所以咱才讲，今仔日咱遇到道，是得到道真理真甜蜜真，这是绝对正确的啊。那么第四叫做信因。信因呢，也就是信因果啊。当然，在咱修行过程当中，因果定律绝对无法度片面尔。哦，所以在《华严经》里嘛，佮有讲，讲家师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无时，果报还自受啊。也就是因果的形成呢，毋是咱信有就有。咱信无就无啊，因果永远是存在啊，毋是你信佛靠因果，无信佛就无因果啊。哦，毋是因果永远啊是存在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啊。哦，所以佛陀嘛较讲因果，毋是伊的传染品，也毋是伊的产物。因果呢，是来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中的造作啊，只要你有造作，就有因果；如果你若无有造作，就无有因果啊。哦，所以你嘛过去的菩萨是为因，那么众生呢是为果啊。所以就看来呢，因果的关系就是咱无法度去表现的，咱来了解着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啊。所以。有一首诗嘛，甲讲，讲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啊。所以因果的循环呢，就是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啊。哦，所以咱由过去的圣贤仙佛、菩萨，也是过去的诸佛菩萨呢，要成功的条件，就是爱信心坚定。信心坚定以后呢，就未产生了动摇啊！吼、哦，所以呢，佛教信呢摆在修行学道的第一位。所谓的信观行啊，吼、哦，所以有了信心的话呢，过来咱就是爱为咱家己立下了一个志向甲目标。
心中的理想甲抱负，甲伊实践了出来。你定了一个方向和目标。当然，有智慧的人拢知影修行学科是咱人的终身大事啊。既然是咱的终身大事，所以爱立了志向。有了坚定的志向呢，咱才袂畏惧着任何的艰难甲考验。那呢，咱在修行学道的过程当中，靠一个方向目标，才袂去惊偏错去啊。哦，所以先佛甲咱讲咧，伊讲智慧先，智慧圣贤即为圣贤，智慧仙佛即为仙佛，智慧凡夫即为凡夫。立何志，心何明啊？也是讲，咱在修行学道，看你立下了什么志向。因为原因呢，就是一切希望的源头呢。咱想要心性成贤、成佛做主，也是要成为一个凡夫，就是讲看咱家己为咱家己立的志向甲目标，也是咱所下功夫啊。哦，所以过去王阳明伊甲讲过一句话，伊讲志不立，要明白就比讲，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必讲其言，必有不本意志啊。也就是讲，志立志向呢，就是咧，予咱成就着任何代志的一个原动力。如果咱无立了志向呢，那咧咱做啥物任何代志，无方向甲目标，那咧做啥物代志呢，就袂。就无法度去成功啊！也就讲，虽别讲机的，必有不本意志啊。也讲，无论咱咧做啥物头路，也是从事啥物行事业，咱拢爱为家己立下了一个目标方向。那咧咱做代志呢，靠根本的方向条件，通去执行啊。哦，所以呢，咱爱有。立了志向啊！哦，所以呢，因为愿就是咱的心思，愿立志向呢，哦，愿为心思，也就是愿立的是咱心的老师，咱心活动的一个老师啊。哦，因为愿是平常时接住咱的心内抱负、甲理想，那么家己发展出来，这就是立志，是咱家己内心对咱家己所定立的一个目标。那么有了这个目标呢，咱就会当对这个目标拍拼去做呢，那呢，家己实践出来，最后就会达成了咱的心愿啊。哦，所以咱来看过去的圣人先佛，因会当有遮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拢因家己有对家己立下了一个志向甲目标啊。哦，就亲像孔老夫子共款。哦，孔老夫子呢，伊为着咧实行真正，为着咧大同世界理想的实行呢。所以，伊放弃了家庭，放弃了官位，伊带着学生呢，到处讲道德。
世界大同以上早一日会当实现啊。虽然在周游列国的当中呢，拄到了真多挫折困境，伊犹原嘛无有失志啊。所以孔夫子伊所以有如此的修养，最主要就是伊一心以宣扬大道，为着要救世救民。吼、哦，伊早就将家己的生死置之于度外，这就是立志向道者伊所流露出来的光辉啊。所以时常咧勉励咱讲，既然生意悠然悠然，不因无人而不慌。君子尽德修业，不因困穷而烦切啊！哦，那么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呢？我大家讲，佛陀为一代树因缘而降生于世。那么一代树因缘呢，也就是为着众生生死及一代树因缘啊。所以啊，看释迦牟尼佛伊本体会当。在王宫呢，享受着荣华富贵，但为什么伊放弃了江山，放弃了地位，甘愿去修行学道？伊就是看到咱轮回的众生在生老病死当中，而且轮回，无法度跳出了这个生死苦海，所以伊发愿要来证道，要来带领着咱的众生兄弟姊妹。都会当脱离了这个生死苦海，所以伊发了四大宏愿啊。伊讲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哦，所以咱来看过去的圣人师父，因拢有足大的志愿，也是像咱观世菩萨，伊就以我四十要台湾呢，伊为着要来度化着咱的兄弟姊妹，所以才讲众生不度身，誓不成佛。哦，所以啊，话咱家家户户都有观世音啊。所以观世音伊就是闻声救苦，大慈大悲啊。哦，伊嘛为了这个大志愿，要来救度着咱的兄弟姊妹。那么地藏公佛呢，伊嘛入了七十二大愿，要来度尽着地府的幽冥，无尽无边的鬼魂啊！所以我一个大愿，伊讲地府无脚，誓不成佛。哦，所以咱来看过去的圣人师父，因拢有遐大的成就，当然因拢有发了真大的誓愿甲志愿啊。所以咱才讲立志发愿是要成就佛道的基础，嘛是要成就圣业最大的助缘。那么咱真幸运，会当生在这三义佛业真道降世时阵，三河普渡，咱成就着天文殊荣，更加爱来替天行道，大天宣化，来救度咱的兄弟姊妹啊！哦，也就是把救度兄弟姊妹当作是咱的职务，当作是咱的任务。哦，所以师尊老大人较来咱面的，讲不用个人，师尊老大人甲咱讲，讲不用古人用经书，用古人接夫子，
不用因素即无用。今日讲来看到过去圣人先阮，因拢有立下遐大志向，要来救度着兄弟姊妹。咱袂使干那吼过去的圣人先阮承担着迄款的职责，咱爱有呾承受着过去圣人先阮迄款志向来救度着兄弟姊妹。吼、哦，就是讲。用古人则古字，如果咱用用过去圣人先阮为着要来度化着众生，伫遐大个艰苦，那呢，咱在修行学道呢，就是无志气、无立志啊。哦，不用经书则无用，也就讲在咱修行学道过程当中，咱有哪？有迄个把度量的来量的方法，会当来承接着即款的职务，也就是救度兄弟姊妹的，咱每一个人的拢爱去承接。哦，所以呢，咱爱立下了志向。哦，所以呢，咱爱修行目标的第一件代志呢，就是爱立志发愿，因为发愿呢，咱会当。如果咱无愿力，就无方向甲目标，也是根本立场。那呢，咱在修行学道过程当中呢，将是盲目的，吼、哦，唔知影要安怎啊，吼、哦。那么咱到底要立什么志向呢？何下以常在的一句句诗句呢，来参助于前人做参课，吼、哦。常在讲，咱来为天地立心。为心灵立命，为往事，为往事继续下，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呢，就是爱。是咱咧亲近的功夫，是圣贤的作为，菩萨。
新民立兵。
人世间太平的，就是开放世段。开放的，就是讲，甲一个某一个所在压力有大个所在呢，上到团聚遐，伫遐开垦，甲伊宽阔起来。就亲像咱去泰国，咱泰国有等第二间要落成啊，就是讲咱的开放泰国的。由咱过去前过者，一二十天来个，渐渐咧付出咧开放，所以才有即摆第二间佛堂要形成啊！所以即个是开放啊，甲咱来到传去到泰国，当然无一定爱传去到泰国。如果若某一位某一个所在无到，咱若到传去到遐，会遐对遐一直传起来。会当兴旺起来，会当设团，这拢是开放啊。当然，设团也就是讲，设团呢，伊就是讲是一代发存啊。那么伊的好处功德嘛真大哦。所以，为万世开泰，就是开放设团。